我是比，今天来解说一下火力对决 2.0， 这是之前玩体验服余下来的素材。刚有没有发现左边降落了两个人？倒下来俩，这波赚发了呀！两个人还想开车转移，打个火力对决 2.0 这么专业，那肯定是要扛走他们。回来什么都不影响，继续去搜刮。结果街对面好像又来一个想救他的，这应该是他的队友。这个人明显是实力不太行。体验服的话，其实双方差距都是很大的，各种高手新手都混杂在一起。这里发现一个军火库，用加特林的话可以直接扫开，这个门是非常非常肉的，血非常厚。进来之后有各种各样的重型武器，有了重型武器之后打架就有资本了。来附近学校，这里还有一个超级空投，远处山顶又发现一个，趴着点一波，这个人超远距离还想轰我，肯定是没戏。这学校近距离也打得不可开交，来这里蹲一下，他们肯定是知道子怡在这上面，直接卡一波视角，还想翻上来，这波举动确实有点看不懂。想来想去，原来是他队友就在这楼底下呀，赶紧来堵一下。他拿着 RPG 直接就上来了，注意千万不能被他轰到，很容易同归于尽。结果他炸到了自己，他可能想预判子怡，直接冲过来，然后跟子怡同归于尽。你想太多了，子怡经常被这个 RPG 炸到，然后跟他同归于尽。由于是子怡单人自排，我就冒烟了，而他却能被队友拉起。到决赛圈子怡有一个人，确实有点敌不过来。到决赛圈各种飞机啊，突然就掉下来了，打一波反杀，有点怕他队友还在呀。好像隔得比较远，到决赛圈应该是一打一打一，有个跑毒的暗中扫他一波，还有一只应该是在左边的树，之前也已经观察过了，最后稳一点，直接四倍镜压枪就可以了。喜欢视频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